想说女儿，我女儿好乖啊，我媳妇。女儿啦，不是媳妇啦。女儿，对啊。哎，赶快。他又不讲。妈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他刚想说话，舒不舒服？妈，你说舒服，舒服，很舒服。嗯，那说。你说杨师傅很棒，很棒，对不对？推的舒不舒服，好不好？妈，你说杨师傅很棒。来这边好不好？好不好玩？要点头就好玩了呢。他会点头哦。会，他会点头摇头，他不喜欢会摇头。嗯。妈，赶快说，你刚刚想说话对不对？我看到你在想说话，快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想喝水啊，还是什么？嗯，等可能要按摩完才能喝水，一般都是按摩完才能喝水。又不讲话了。